今天的话有一共四位朋友，胡晓当然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他两个孩子也冲得不错了现在，然后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刚刚买好板衣服啊，冲浪服刚刚买好，所以今天的话一起冲的话应该是有六个人一起冲，所以非常开心，也是我的一周年的纪念啊。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大家一起来冲吧。今天是8月21号啊，是我冲浪整整一年。今天是第365天，所以的话我也会做一个特别的节目，冲浪一年的那个纪念和我的一些感受。我去年的8月22号发的第一支视频，第一支冲浪的视频，我想应该是那一天是第一天，然后在之前有一个星期好像是来看了一下，借朋友的板试了一下，那个应该不算第一次，第一次应该就是8月22号，所以8月22号我会记住，2020年8月22号就是我的第一次冲浪的时间，然后今天是8月21号，整整一年。从去年就是一个人开始，然后后来胡晓加入我，一直跟我一起冲，并且在最冷的时候都在冲然后到现在又还有几个朋友在加入感觉挺开心的。这样的话最关键是大家就有个小的伙伴嘛，一个小几个伙伴在一起冲，互相鼓励，这样的话也非常好。所以的话我觉得一年前我所想的应该还是都实现了，就是我当年说我一定会就是坚持下来这个运动，而且我觉得我会冲得好，虽然年纪有点大，然后各方面体能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运动还是挺适合我的，然后最终我也是坚持下来了。看看我的伊森，我可爱的伊森，每一次都是他来陪我，基本上每一次都来他陪我来冲浪。海鸥去看一下，海鸥过去。今天的话我们来的时候就是在路上还下着雨，现在整个也是阴天的，你看阴天，太阳的话就不是特别大，就现在有一点点阳光，然后就不怕太晒和太热了，反正这个海水一直都是冷的，都得穿上这个冲浪服，所以是没有办法的，但阴天的话还是不怕晒嘛，不怕晒得太厉害。我来打一下蜡，好久没有打蜡了。哎，我也生了，也多伤。你趴的有点偏后，对，你要慢慢找到你的位置。我感觉有点太厚了。
到现在多了两位壮大了啊 ！Hello， 多了两位，坚持下去啊 ！Team， help me， so many， right？ That's a crazy day. Yeah, two times, I got two times stingray. Yeah, get the stingray out of the way, and then you can move on. Yeah. 第一天穿着这些全新装备，对我八月，one year ago， one year ago。Yeah, what anniversary? Do you have the day that you got stung by the stingray? Everything is recorded. It's all recorded. Yeah. That's how we met. You got stung. Oh, really? You didn't have any hot water. Oh. Yeah. So, well, no, you got locked out of your car. Yeah. Ooh, terrible face. Yeah. Got locked out of the car and got stung by the stingray. Rough day. The lucky day was got you. You got us some hot water.